老板好，早上好。哎，大家好，我们的店呢就在植物园的旁边，在香港风味的隔壁。我们的店在二楼，这里呢经过一个门上二楼就是我们的渔具店。我们里边应有尽有，价格也是比较合理的。这里一开门就是了。你们这是营业时间是几点到几点？营业时间是10点到晚上的8点。一周几天呢？一周是6天。如果需要询问专业的意见呢，请星期四。星期四我会在店里，各种钓鱼知识或者是钓鱼点都来到店里可以询问我。好，你好，欢迎来到这个渔具店。我们在二楼，就在这里这个门口进去。进去之后呢，你会看到有大概2000多种渔具。这2000多种渔具呢，经常呢很多朋友来我们这里买的是海虫。我们的海虫呢是自己在香港供货的，外面卖18块钱一打的话，我们才卖8块钱，一盒一打才是8块钱。钓什么鱼都可以，包括条纹鲈鱼、鲤鱼、溪边任何鱼，无论是岸边还是出船。然后我们有自己的工厂，生产呢各类的专业的串钩。我们的串钩呢，可有钓鲤鱼的，有钓鲈鱼的，有钓蓝鱼的，防咬，而且呢，它的线永远不会纠缠在一起的。有单钩或者双钩，鱼钩呢也有非常好的倒刺，防止那个鱼食会丢。这一边呢是我们独家的，也是直接可以挂从1盎司的铅锤，能挂到20盎司的铅锤。价格来说，在市面上这种大概14块，我们是4块钱。然后呢，这些是钓黑斑的，有各种型号，我们才是3块半。钓鲤鱼的呢，有各种款，我们的价格是2块半。外面像这样差不多的质量呢，价格是4块钱左右。然后我们自己工厂呢，除了那个串钩，虫子是我们独家供应和控制整个纽约市场的。明年我们还有雪虫，我们的雪虫明年供应的定价大约会在12块钱。市面上的雪虫像我们尺寸那么大的，我们市面上已经卖到20多块了。好了，接着我们有自己的工厂的钓鱼竿。我们自己工厂钓鱼竿呢，钓鱿鱼、钓鲈鱼、钓什么10几磅的鱼的钓鱼竿，这样呢才12块钱。像这些无论是岸边可以用还是出船可以用的自己工厂的竿呢，我们一把才是90块。然后你看看那个杆的拉力，来试一下，一手在这啊，一只手，一只手还抖，出你全部的力气，全身的力气往上提，这个杆的力度能承受200多磅。像这样的杆我们才卖90块。我们自己工厂出来就所以说没有贴招牌，就算这把很细很小的船钓的杆是这样用的，比如这个 jacking 呢杆是这样放在手上，一往上提，然后脚一往上提，它能承受多大的鱼呢？拿在手上像没重量一样，对不对？对对对对。那放在这个叶底下，这个只需要手放在这里，然后手这里托住它，这里如果上鱼，这里松开，托住这里就行，轻轻一往上提。好，你看这样小小的一把小玩具，哇，往上，往上，哇，往上，好重，我们能承受70-80磅。对对对，很像没重量的。它是什么材料会弄的？这种是高压碳纤维布，我们的杆呢基本是用动力碳纤维做的，所以特别轻，而且拉力特别强，特别的材料，特别的强。好了，我们这些杆呢只不过是最落后最差的是放在这里，有更好的各种，从几十块到几百块都有。
这些呢是钓五六百磅的以上的鱼，像我们这么漂亮的杆呢，在外边呢，传金属传什么？哇，好重手了，这是深海的杆，我们才卖200块，这把是属于在外州钓深海，纽约用不到。各种价格都有，400多、200多、180，各种颜色啊。各种颜色，这是基本是用在船上的。清华池的啊，这个是自己工厂的清华池。很漂亮啊，是在安徽，要用的材料用到很好的材料。艺术品，嗯。然后我们这里有很多的捞螃蟹的头灯，各类头灯，而且现在已经卖的差不多了，明年有新货到。像我们这么亮的头灯。才是25块钱，而是充电的，还不需要电池。我们有各类十几款头灯，像这样的灯，我们才卖多少钱？这点黑。50多块。这边好黑哦，打开好。这个灯多少钱？50多块，我们才卖50多，没错。然后呢，配合这些钓鱼的头灯和捞螃蟹的工具和头灯，你看我们有。各类的捞螃蟹的抄网和抄网杆，这些都能配合上各种的抄网、各种的网头。然后我们的抄网呢，最好的就是这一把，而且卖的最多。但是这把有点贵，它一有个好处，它不是塑料做，也不是金属做的，也不重，高压碳纤维布，而且可以伸拉。能伸拉到这么长，还有它主要在水中，它的拉力，它可以哇，多少米哦？承受力很强，很强的承受力。我们甚至有更长的，但是最结实的是这一把。很多顾客熟人都是买了几年都不会坏的。我们的钓鱼杆，特别是自己工厂的和有一些东西呢。是包修包换包退的，然后我们有各种书包，或者喜欢拍视频，或者镀顶，防晒，多一段时间，还有那些保暖的、赶海的好东西也有，这些几十块一个，这个呢就是十几块一个，这种呢都是可以拆卸的。就是一个小包的赶海的，然后鱼叉叉鱼的各类叉鱼的东西都有，然后我们这里呢有各种捞螃蟹的东西，鳗鱼、螃蟹各类都有，我们的价格也是非常，外面卖13块到15块是铁丝，我们是钢丝，我们才卖10块钱，外面呢。eBay 啊，或者是网络上呢，这些呢可以开价格的，我们是公道的，13。外面起码贵是卖到15，我们这么大的网袋，而且好质量的网袋，我们价格才卖10块钱，什么都是最低价的，所有东西都是，包括我们铁板啊，或者圆耳啊，各类的，就像这样的圆耳。像9毛9店一样2块钱，像这样的波爬，这样的波爬外面13、14，我们是4块，这些这么大的价格，请看3块，那个价格就不用说的了，是很批发价、啊、很低价的，也像买批发价，是买零售也等于买批发的，还有我们的各种串钩、各种铁板，我们各种的假饵都有。从这些2.5块，那、价格不是什么的，一直都是卖2.5块的，还比较质量还比较好一点，它鱼不会脱钩啊，不会断线，然后这些都可以对比上市面的价格，就像这样8块，上eBay、上亚马逊啊或者什么，就价格一样的价格。而且我们这里有各种各类的假饵、深海的串钩，无论纽约还是各个州都可以用的。我们还有各种的铁板钩，还有工厂里边的
包括底下都有很多的配件鱿鱼钩，那些鱿鱼我们不像外边搞个包装，日本包装就卖得很贵，我们不会，我们有夜光的或者什么，我们才鱿鱼钩才卖3块钱。要也有些朋友要日本货，我们也有，都有，还有各类的鱼钩，从大号到小号，从超级大钩这么大，到看不见那么小的鱼钩都有。我们的铁板完全可以照着看价格，比如像这样的铁板价格看得清楚，买多还有优惠。你看像这样的铁板19块钱，好了，质量超级好的，19块钱的铁板是多少克，外面的价格会比我们贵很多，15克、24克的我们才卖19块钱。然后我们海水的、淡水的，我们所有的假饵和串钩，还有雷蛙，外边的雷蛙，正常的外边的雷蛙和老鼠，很多普通货像这样才卖5块钱、3块钱。像各类的老鼠，各类的最好的雷蛙都有，像这样才卖3块钱，是等于批发价吧。然后我们有南极虾粉，如果有的时候我们没有红虫的时候，可以把它掺在虾肉里，下一点水腌上1个小时，可以钓所有的鱼。鱼轮我们有各类的鱼轮，从贵到1-2千块钱一个在柜台里边的，到看上去的价格是很离谱的价格，29块就能达到这样的级别。传钢的、铜的、带磁性的、传金属的，这些才20多块，这些10几20块的轮已经能达到这样，还有几块钱的轮都还没拿下来的。好了，我们深海的类湾杆那些都有，这里的船钓的各类的船钓的，从500磅、700磅的鱼，到几10磅的鱼，这些杆都能对付，都能应付，而且每只杆都是很轻的，像这些拿在手上毫无感觉的。这些赶海的时候，吸筒也有，船上捞小鱼的工具也有。像这些的杆拿在手上是毫无重量的，就像给女性玩，能拉着70-80磅，拿在手上是毫无重量的，像没感觉的。然后我们有各类的好的钓鱼轮，我们只注重和我们不管它是从哪个国家来，包括日本的 Shimano、Steller 什么的好。最重要的问题，很多人有个误会，以为说是名牌必然是好东西，其实这个经常我纠正大家的一个误解。我比如随便拿一个钓鱼轮，这个是会钓鱼的朋友都应该知道 ，Steller HG， 上网搜索一下，在日本买要700多块，在美国买要1000块，这个对着大家视频，大家都能查到价格的了。好了。大家都认为这是名牌好东西，好，我们不去在视频上说人家好和不好，只需要把它拧开，以后你们自己的钓鱼轮也是拧开这里检查一下，它只是很薄的，然后再拧开这里，一片塑料在这里，虽然很顺滑，但是这个是700-800块，只等于我们自己工厂的多少钱？打点折会打折，70-80块，一模一样的东西而已。而且我们还是用铜的，还用更好的，不用钢的。里边我们甚至的轴承都要比它好一点，里边带轴承好了。如果要是说这个1000或者700块啦，我们不管它日本还是中国，
还是哪个国家，因为真正有这个黑条的是马来西亚生产的。20年前禧玛诺已经不在日本生产了，好的东西都在马来西亚700块以上，不好的它在中国昆山威海生产。好，相当于这一个的四分之一的价格来到我们自己工厂的东西了，一模一样，不一样啦，我们的200多块就达到这个级别了，轴承是这么粗的，这是200多块的，跟一个禧玛诺一个塑料700、1000比的。好，再拧开这里更不同啦，防海水防沙防什么，足轴承这么粗，这个700多、1000块名牌，就这么单薄。谢谢各位朋友的关注，欢迎各位朋友来到这里，我们仅提供最专业的渔具和让人家大家每个朋友能钓到鱼，这是我们尽到的责任。对，我们今天也学了很多这个钓鱼方面的知识。应该的，应该的，因为花了钱，每个人花了钱，无论花多了钱花少了钱都应该能钓到鱼，无论花贵还是花少花多花都应该物有所值，能起码钓鱼就是为了开心，能钓到鱼，对不对？如果买了东西，无论是钱少钱多，买的东西钓不到鱼，那也没什么必要，对不对？快乐减半了啊！是的，快乐减半了。好的，今天谢谢老板啊！不谢不谢。好的。